张明在抛什么媚眼啊？不要讲，对不对？没事，你这样不就被他知道你没有吃到了吗？什么酒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我们的醋是很醋的，你现在没有反应了。哦，有有有。到底要不要让人家知道我们有没有吃到？我不知道该说。一个是好喝的银耳露，养颜美容的银耳露啊，啊，我太需要了，真的，对对对对。那两个你们更需要哦。啊，醋精银耳露，维他命 C 啊！啊，吃醋好啊！真的吃醋好两个，因为两个客家人已经习惯吃醋精啦。啊，对，哎，这倒是姜丝大肠。对啊，哎呦，所以要还有那个不能吃醋的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我只是今天嗓子不好，那吃醋最好了，喝醋杀菌，真的吗？嗯，所以你吃醋不会生气吗？有吧？真的不会生气，没事。那我们先看昭哥好了。两张醋，喝一碗就好了，喝两口，喝两口是吧？啊，你要下下去也可以。嗯。张明在抛什么媚眼啊？不要这样，没事，你这样不就被他知道你没有吃到了吗？没事。我们的醋是很醋的，你现在没有反应了。哦，有，不是吧？没事啊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好，没事，没事。他的表演方式也是我们要学习的。第二个，好嘞。是陈啊，我。微笑，要泡媚眼啊。你这样人家就知道你没吃到啦。哇，压力好大。到底要不要让人家知道我们有没有吃到？我不知道该说。赵哥，你不是来过吗？因为你已经这样子演了，需要赵哥。没事没事，很好。草原太有了，两口，他真的就是抖，哪有抖啊？你犯累了啦，犯累啊，我可以全喝光。你看，他硬度提出来了，记不得。30秒讨论，不要被告了，你告了，哎，对对，不要被他们激，冷静，冷静，够了，瑶瑶先淘汰吧，瑶瑶喝到了啦，啊，赵哥现在擦眼泪，啊，没事，陈吧，陈没喝到啦，觉得陈没喝到，我觉得陈没喝到，那我就投赵哥一票，你觉得谁？赵哥，我猜赵哥，我如果猜赢，我就认为陈，猜我有好有吃到，好，所以来剪刀石头布，吃到那个。哎，你猜输，这是你决定啊！啊，我去哈，是赵哥，郑国成，啊，你就做了，哇，很厉害哦，很强哦，好甜哦，好厉害啊！为什么？今天来宾很了解我们呢，当然，你好厉害哦，他演的，哎。他演成这样，我说瑶瑶要哭了啦，哇，好醋，你还多喝，你刚喝的很，好醋哦，哎，我以为你们两个都有喝到，我刚一拿起来身上闻了，味道越来越不对劲，哎，你好厉害哦，哇塞，好好吃。